1、2、3、開始。咁你張客人未必揾到幾人驚嘅，你一路講嘢咧，一路喐你個口咧，你就會 feel 到，咦？啊，有張客喺呢度，你張客前少少喎，因為每一個人嘅牙價位都好唔同嘅。但係佢隻左手係伸直嘅，我由上面伸出嚟嘅，仲眼望邊度？佢就喺桃花情況之下，三個人就結拜成為兄弟，而喺呢件事咧就稱為桃園結義啦。曹操係咁樣啦，定係咁樣嘅咧？明教我負天下人，又教天下人負我。即係前置嘅過程裡面咧，咁佢需要揾一啲嘅資料啦。咁而老師咧亦都咧從中俾咗好多嘅資源佢哋嘅，例如咧可能場景啦，或者咧係一啲實質佢哋需要討論嘅一啲嘅環境啦。咁當咁多嘅資料同埋一啲嘅環境咧結合咗上嚟之後咧，咁學生咧喺學嘅過程裡面唔再需要咧局限於喺個班房，咁佢哋有好多嘅活動。亦都有很多思考的空間和機會去發表自己一些意見。各位同學，午安。黎尊元，午安。現在世代的學生看文字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去到推動他們的，不過呢我們看到一點，如果讓學生有個親身的經歷，那就變成投入去劇場裡面，咁佢引起佢興趣，佢追尋劇場裏面所講嘅事件啊，或者歷史咧，咁就會導致佢真係攞本書去睇啦。多孫堅死咗之後，佢個仔孫策就投奔咗袁術。小朋友咧就唔係太多咧去經歷呢個戲劇嘅場景，亦都唔係話經常咧有參與。係有呢個互動嘅場面，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屬於係幾新奇嘅。雖然而家老師咧喺呢個課堂上邊都有一啲戲劇嘅元素擺咗喺課堂上邊，但係畢竟喺咁短嘅時間裏邊有咁豐富嘅內容咧，相信佢哋唔係咁容易經歷到啦，同埋亦都令到佢哋咧係對呢個戲劇嘅那個教育劇場嚟講咧，佢哋係有更加深刻嘅印象，同埋更加樂意咧係去參與嘅。不如咁啊，趁住咁多大人都在座，我哋就问下佢哋嘅意见啦，好嘛？我哋应该系联合刘备一齐攻打曹操，因为投降俾曹操咧，我哋都用翻平时嘅方式开始议论嘅。因为佢哋入戏之后咧，系会代入咗另一个角色、另一个嘅事情嘅发展，咁所以好多时系佢生活上面未必会接触到嘅事件。
咁依事件咧，其實佢需要做出一啲抉擇。依抉擇咧，其實需要運用到佢哋自己過往經驗啦，佢嘅知識啦，或者佢自己嘅價值觀，做出一個批評啊，或者去判斷。咁所以佢絕對可以提升咗佢哋嘅思維能力同埋批判性思維。徐大人，可唔可以解釋清楚少少點樣北方南下喺天氣上面影響佢哋嘅身體咧？邊度比較凍咧？北方就會比較凍啦，咁我哋呢度嘅天氣就比較暖和，可能就會喺途中就唔適應就會生病啦。陣間祈求上天嘅時候，請大家跟隨節奏重複唱詠歌謠。蒼天如圓蓋，陸地似奇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請君主助我一臂之力，天有江東。首诗好有意义，因为佢讲以前嘅国家真系有好多嘅四分五裂嘅场面啦，咁加埋大家攻打对方咁样，咁就令到咧，即系我哋可以更加认识古代嘅历史。好，俾啲掌声。我哋啲学生咧十分之喜欢爱丽丝剧场呢个剧场教育计划。咁佢哋咧能夠透過一個角色扮演，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咁去學，咁喺活動完成咗之後咧，佢哋咧都紛紛表示咧係好喜歡呢個活動啦，同埋利用呢個活動裏面咧係有本可以真人真事有動畫嘅故事書咁樣。批判啊，好一样好，做一样唔做，因为教咗个批判性思考。当我哋咧就俾学生去写文章嘅时候，佢哋有足够嘅内容，同埋咧佢哋点样系拣取内容，同埋咧系识得咧运用多角度咧去写文章。咁五年班同埋六年班嘅老师咧都纷纷咧就系话，咦佢哋我哋按住咧就系我哋今次嘅学习啦，写嘅文章两难嘅文章咧。表現得係幾好喎！就算一啲學習能力唔係好高嘅學生咧，佢都能夠咧係將佢哋想講嘅嘢表達到出嚟。無論好班同埋即係麻麻地嗰班啦，兩班學生咧，咁其實佢哋咧都非常之投入喺呢個活動裏邊咯。咁就算即使係真係差班嗰班咧，咁其實佢哋都係非常之樂意咁答問題咧。見到佢哋咧未試過咧係咁踴躍，同埋係咁有道理嘅咯。咁即係希望藉住呢個戲劇教育可以發展到我哋學校個語文科嗰度再推進一步啦。好多謝我哋師劇場。通過愛麗絲劇場呢一個嘅特別嘅方法咧，佢哋咧將課堂咧帶到入佢哋嘅生活裏邊，帶到入去歷史裏邊，亦都帶到去劇場裡面嘅。咁小朋友咧同老師咧喺同時間咧都一樣得益嘅。喺整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咧係好著約去參與整個活動。我哋對呢一個劇場咧，其實個評價非常之高。我哋已經係第二年參加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嘅教育劇場計劃嘅啦。點解要參加呢個計劃？因為我哋覺得呢一個計劃對學生有非常大嘅學習帶領嘅。首先，佢能夠俾到學生一個歷史體驗嘅真實版；而第二咧，可以訓練到學生嘅高階思維，亦都培練到學生專注合作嘅精神。所以唔單止第二年，我哋更加期望往後嘅第三年、第四年都能夠繼續參加呢一個計劃。